我是 Alex， 恒生銀行的 Head of Business Banking， 香港所有中小的客户都是我的客户。我經常對客人說 cash is king， cash 好像身體裡面的血液一樣，沒有血呢就流動不了，你一定要注視自己的 cash flow。 恒生作為香港最大的本地銀行，我們能夠提供的服務是全方位，由你的資金管理啊，可能收付款服務啊，財富增值我們都可以做到。在以前那幾次的經濟危機裡面，那個時間是相對短一點，到今次這個疫情其實是講緊差不多三年嘅時間，冇生意做之外咧，完咗疫情之後咧，呢啲中小企仲要去迎接一個新嘅時代，客户嗰個消費嗰個模式啊習慣改變咗，一定要去再 transform 自己，再更加數碼化。初創都係一個我好有興趣嗰個範圍嚟嘅，即係初創唔係淨係需要一個好簡單嘅户口、銀行嘅服務出糧啊、MPF 嗰啲，而係佢真係需要一個 partner 幫到佢點樣去令佢由 idea。變成一個真係可以 commercialize 嘅 product， 我哋仲會係介紹一啲喺市場上我哋見到可能對佢有幫助嘅企業，做生意有啲新嘅方法嘅喎，可以再突破咗原本嘅規格。我哋最開心見到就係啲客户同我哋一齊成長，比較出名嘅醫美集團啦，都係喺幾年前上市嘅。最初咧，佢真係得一間鋪頭，兩部機開始就已經幫襯咗我哋。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好感動嘅一個案例啦，即係睇得到我哋真係同個客户關係好好，佢成家我都識曬佢，睇住佢食一齊成長嘅。做生意唔係一個人嘅事，恒生會一直 power up 你嘅生意。